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各位爱听我的歌诶，咱遮的歌友，啊，搁有即马连普洱茶啊，我啊称呼大家是吼啊茶友会，啊，搁各位大家吼爱看咱湖面的诶，咱遮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！感谢大家收看阮的这個报道漫步啦。哇，安尼，这几天哦，会使讲天气真寒冷安尼啦。你看，看阮客人遐穿遐落古锥啊啦。哦，安尼，刚才，刚才小帅哥来了。你穿遐头二十桶货，二十桶啦，天哦拄啊冻啊，安尼啦，真诶啦，烟斗啦，哦，人烟斗，哎吼，迄都无法度，烟斗就是烟斗，大家嘛甲你学咯。哎，可以你们拢讲，客店呐，我十七岁哦，骑脚踏车哦，一直尿哩尿哩尿哩，啊，拄啊上尾哦，这比赛过来的。哦，人安尼，我听咱公司的小姐人讲，后迄个写批给你的安尼安尼。写批给我？哎呀，看哦，刚才变来偷笑的。不是遐特别哦，可能是借助，可能是靠因那个拍摄安尼吼，哦，讲啊假事无理安尼哦，看啦，还用虾皮对无吼？我这我这我用娶某啊，我这对阮某吼，足迄落个，我唔是惊某，是阮某唔惊我。好啦，感谢啦吼，啊大家都甲咱捧场安尼啦吼，啊咱这个。啊，客店遐个湖面的吼，啊，只播一挂好歌，哦，拢客店遐吼，伊的歌偌赞的，几千万条的，哦，大家最爱点歌的啦，啊，甲咱买泡尼啊茶啊，甲你捧场价呢，哦，即摆拢买到两斤、三斤、五斤、十斤的，还去送朋友一个，拢送两斤，哦，真正有够赞的。啊，这个泡这真济吼，这泡尼啊茶这好处吼，拢哦好。人家讲未完，讲未完呐！啊，大家对这要搁清楚。啊，阮讲嘛讲，阮哦研究真济啊，资料足多啦。改变。我泡你啊地，讲实在，你这你放咧，应该啉不完，明仔载甲啉，还可愈赞，还可赞呐！还袂歹，佮佮愈好啉。哦。啊，后日佮啉，佮愈好啉。啊，袂使放两工。啊，袂苦。嘿。啊，袂讲安尼，也袂酸味，啊，袂解困。啊，袂讲困袂去。对哦，啉了个狂狂叫，放了个大白，哎，较袂臭尿险的，哎，加啉寡茶，加排毒，冇迄个迄个清肠的作用啦，哎呀，哎呀，加啉寡茶吼，才有这排毒的作用啦，对吧？哦，谢谢啦，啊，咱即摆吼来欣赏客店遐吼，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，叫做啊《骗招爱情最利器》。哦，这个1971年啊，六十年啊，民国六十年呢。哦，这条歌算久啊啦，哦，三四十年、四十多年啊啦，啊，搁有受到迄个人啦，欣赏这两首好听的歌曲，谢谢。心谁人了解？破碎的心谁人了解？不应该，不应该放舍着我，不应该，不应该存心害我。无情的，无情的人，谁人会知？无情无义。骗走爱情最离奇，你的迷茫，如今醒来变成空，痴情的心是愿爱你，纯情的心永远分离。不应该，不应该放舍着我。
算心害我。谁人会知无情无义骗走爱情做你去，感情无心无意假半生，为着爱情为了坚定，伤心你也分明，不应该不应该放下着我，不应该不应该存心害我。谁人会知无情无义骗走爱情做你去，望你爱原谅，想着彼个人，心情已苍苍，因为是恁爸母看我无够重，讲阮是无金钱，歹命三车儿，怨恨自己，怨恨自己，家己赔袂起。希望你会找到伴侣。变成空，引起我心茫茫，目眶渐渐红，提出着你送我一张的相片。
念念，思思念念，也是无采工。啊啊啊！祝福着你，嫁着好日子。吼、哦，真正好听的啦！这个歌呢，吼、哦，这过了十年的歌，这，欸哦、我今麦要甲客人兄来开讲一下，讲、嗯、吼、哦，咱你的有迄个什么三年前的我啦，嗯、三年后的我啦，对对对对，什么叫最爱啦？嗯、这几歌拢有个，哦，有讲过有唱啊，口碑够多。嗯、啊！这靠背听讲，拢你甲李金锁老师、欸、金秀华老师两个创作的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这设计、哦、这出来有啥物好趣味啊？看我这哦，啊这失恋还是爬起来？这啊，这拢失恋的，好、哦，这拢失恋的，失恋的。嘿，啊，这三年前的我吼，啊，这都啊啊这。啊，家己来听，山已经三年，我这想起到三年前的我，被一位女性来放杀，一时目睭也失明，我也刷牙颠倒病吼，红单看到，哇，这三四段的啦吼，好、哦哦哦、啊这哟，好啊说三年后的我，好、哦、啊这去温上卡跪的温主公头前拜拜，吼、哦，公地无给我无抓，我、哦、这呢，看到温主公去，吼、哦哦，啊这什么好做爱这条？什么好做爱？嗯，这可能较大家吼，较无注意点。这几年的啊？哎、欸，这哦，这嘛就几十年哦，你就三十几年啦吼、哦。啊，如生似乱，每日流目屎。天真浪漫的女性，伊是难失恋。每天的目屎，亲像下晡时的屎巴雨啦。男性失恋，怎样你敢知？那亲像我二三十度的男性，那是来失恋，三一公啊，四点半啊，怎样你敢知？哦，这出二三十度啊，二三十岁呢？啊，我这三四十多年，哇，这二三十多年哦，我三四十多，我喜欢。迄阵当失恋的时阵，这哦，这什么好最爱，这无简单。唱一段，唱一曲，唱一曲，啊，就讲一段，唱一曲，啊，就讲一段。啊，我迄阵啊吼，啊，伫芝麻唱片哈，阮芝麻唱片的头家吼，哦，对歌星足好诶。哦，阿姨哈，啊，伊个想法咯，嘛会使讲拢啊。啊，拢去顾着别人啦，吼，吼，譬如讲顾着别人，意思也就是讲吼，啊，唔是讲啊，咧作曲的老师啊，歌星唱啊唱一条偌济钱安尼尔，伊拢唱就讲要录唱片，一前啊两个月一个月，拢讲啊写歌老师啊甲歌手，吼，啊恁吼啊客头吼，好看是小木屋甲租咧，吼啊是啥物所在遐吼，啊你去甲租咧啊住啊租一个。我安尼，你去遐写歌呢？吼、哦，啊，钱拢阮陈老板出来，吼、哦，啊嘛，我一摆，我建议讲，吼、哦，吼，咱买，买白沙还是买南干鬼遐，吼、哦，遐一间迄，哦，迄开基国王庙，迄就电信公的庙，吼、哦，还有神房。我讲啊，恁住神房较上啦，安尼啦，甲阮陈老板讲，啊，拢敢去吼，住神房，啊去啊。去讲去溪头啊，都会迄小木屋做咧，是去想灵感啦，歌词的灵感啦。啊，啊，我阁兼阁练歌啦，安尼啦。就是安尼，我讲，哎呀，去住神房，迄神房都大愈大愈新。你咪看住套房，还是 VIP 的，听无？有啦，有啦。是家己去呢，还是带车去啊？无啦，啊，就小怪，甲小怪老师我。哦，甲小怪，哎呀，哎呀，无啦，无雷啊，迄个。啊，陈红嘛有，伊红嘛有，啊，足济啦。哦，就是甲因去啊。想看有灵感无啊？看啥物歌呢啦？若要出新歌，拢落安尼啦。我若准讲去遐度假，啊，这钱拢陈老板出来啦。我赞哦。我想较远嘞，看是来绿岛。来，咱即摆欣赏起遐两首歌曲吼。我要行的路，甲这个朋友情，来共同欣赏，谢谢。
浓密，无惧怕什么，无惧怕狂风暴雨，挡住着我的路，一步一步来创造，尽着咱两分。先人打鼓有时错，唔对，啥人无？人生要行的路，难免有坎坷，失败就是成功之母。是非爱觉悟，凡事提起来就爱放下落，免惧怕啥物，狂风暴雨挡住路。忍耐，一步一步来创造，尽着力量奋斗，这就是我要行的路。无惧怕什么，无惧怕什么。不怕狂风暴雨，挡住着我的路，一步一步来创造，尽着力量奋斗。这地王普尼亚茶实在好喝，你泡十五泡、二十泡，也阁是同款好喝，也阁是同款有开口。咱伫咧介绍地王普尼亚茶，要先给朋友试喝，你甲想讲，这要给朋友喝了下开口，喝了你感觉讲袂歹喝，你才买，就是干那咱地王普尼亚茶。这给你试泡，当泡了两摆。你先试泡看卖，啉了那下，你才购买。地方普洱茶最大的特色，这是乔木老丛，而这个春啊茶、石茶，啉起来真正好啉，才有够资格讲号做地方普洱茶。迄真侪朋友甲咱试啉，讲感哦，这真正有影一斤一定爱几万块的啦。咱犹太朋友安尼半斤，本来真正爱五千块，咱犹太朋友。2500，啊，一斤呢，就真正5000块啊！但是呢，咱算3000块，绝对超过迄个价值的。伫咧今日，如果那是注文两斤呢，吼、哦，本来6000块，咱犹太朋友5000块，哦，这也两斤，你作为礼盒来送予人做礼物，哇，真正也真高尚，真有派头，真有气质。注文两斤，本来6000，咱犹太朋友5000块。帝王普洱茶，即马正流行，讲听歌听歌王啦，饮茶都爱饮帝王啦，帝王普洱茶。注文的电话：0800-763-888，0800-763-888，加敲电话哦，谢谢。波多文化。
真真真真真山坡中的纸醉，讲起的阮儿，做代志阿傻哩，因你你来牵生我，因我我支持你，希望我甲你一生来做知己。漫步一挂大兄大姐哦，大家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嗯，客店兄，嗨嗨，你嘛好，嗨阿丹，嗨阿丹阿丹哥啊，嗨啊。我想讲有一个小小夸夸一个问题哦，嗯，要甲你请教啊，嗯，唔大使呗，诶，无要紧，会吼，嗯嗯。因为我电台做要到五十年哦，啊，电波的迄个比例哦，嗯，我讲实在话，就你歌，客店的歌哦。上侪人点，真足侪人点。啊，都电台大家甲听众朋友，啊，都爱好啦。我要听去电小别的家人讲，我要听码头小别，我要听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哦，这啊，这拢较早个囡仔的唱法嘞，囡仔声。啊，其中有一首吼，你甲尤君有唱的，或者叫山歌呢？哦，哦。好听哦，因为我家己学咯。诶，电波力有够悬，因为我较早你讲讲迄个吼，人听上会叫我讲，因为录几碟要听啦。嗯。啊，我咧讲做这啦，我知影我上爱听就你这个《玉山姑娘》。嗯。啊，我就要请问你，你个摇滚，嗯，迄阵当时敢是同步的，就是甲甲对啦，同步嘛。嘿。敢是安尼？对。啊，恁两个有分开也是斗阵。一个一人一支麦鼓安尼，我后头迄麦鼓吼，嘛一支尔，后按两个安尼徛，迄嘴较挖麦鼓啊，将这边，哦哦哦，一支麦鼓尔，一支麦鼓，阿秋安尼，就徛安尼，往片麦鼓踩安尼，阿秋嗯安尼，嗯啊，迄角度，嘿，哦角度，吼，唔是两个面对上啊，小可安尼，阿嘛唔是讲做伙啊，安尼，因为迄阵啊。拢一道收音尔，一道收音尔，吼，一道收音就唔管你啊做乐队老师十三个、十五个、二十个，拢个一间大间个录音室，
迄阵那个摩诺的啦，摩诺的，嗯，啊，譬如讲，哦，啊，就啊小喇叭啊，一支，嗯，哦，啊，就一支麦鼓，啊，佮第二支小喇叭，伊顶悬啊，来头前嘛，佮插一支麦鼓，啊，上个顺风的头前麦鼓，啊，那过火了，就五粒。五粒麦谷，五粒麦谷，五支麦谷安尼，大鼓一支，小鼓一支，西马路安尼，吼啊小提琴，吼哦啊那一支小提琴，啊嘛是一支麦谷，啊是啊麦谷当然作出诶，啊收音入来变一刀，一刀呢，一刀一刀一刀收音，单轨啦，嘿单轨收音，啊怎么收音？我讲。乐队老师十五岁，然后吉他唔对的，啊，搁电来呢？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歌手唔哦嘛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啊，干那乐师吼，吼、哦，十四个对，一个唔对，啊，搁电来，还搁重来。啊，那乐队老师十五个拢对，啊，歌手有安尼，手都唔对，啊，嘛还电来，还搁重来。哦，啊，你会记录偌久未？哦，六三五年，迄地还搁会记录偌久啊？录起来无？哦，啊，迄哦，迄差不多三摆啦，三摆。三拜就落去啊！三拜，诶，去过三拜。哦，吼，我拢是因乐队吼有练习两拜以后吼，我啦去弄吼，拢是哈第二拜拢一定 OK 的。哦，啊，你太有实力个咧。唱两拜。啊，摇滚嘞。啊，摇滚嘛，要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吼，嘛要差不多。相当的水准。对了，嘛要差不多吼。啊，较早迄吼，较早啦，讲哦，你歌手啦，讲三摆还阁唱唔对，只要歌，迄老师偌歹呢？较早迄老师呢？迄老师吧？嘿嘿，迄老师呢？哦，伫大龙帮呀，加威严嘿，大龙帮，我等于跑落来，加我弄啊弄啊练家啊都足好势，弄啊练家好，弄啊练家说我练过几千摆啊，真正过几千摆呢，一条歌呢，那我啦我啦，别人可能练几百摆啊，哎啦，无啦，你两摆就你两摆一摆就 OK 啊啦，唔使，拢未使唔对，好，我够好听，咱来大声听一条《勇敢活落去》，好，好，五三元，嗯。为可爱的兄弟，彼当时为了爱情，甲伊来赌气。男儿若有志气，只怪也是不得已。在他乡里，勇敢活落去。一个甘稀味，无聊的长眠予我，困也困袂去。无名的流浪人，等待何时出头天？爱饮奶的
在想起世间的啥代志，拢嘛着爱靠家己，永远惦在他乡里，勇敢活落去。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敖民的。哦，即摆外口送礼吼，大家拢改送地鸡精呢。现在地鸡精传统的地鸡精会这么好，咱特别邀请到咱做传统地鸡精的雅春的张董事长来到现场。来，谢谢。啊，敖民你好，我雅春是凭我张董的。哦，是啊，那个地鸡精会这么好用？是啊，地鸡精传统以来吼，拢是爱拼命才有通啉的啦。哦，就是查某人生囝了会做未来啦。哦，但即摆大家生活好过啊。是。哦，所以用地鸡精来顾伊的身体，提升伊生伊的精神，伊的元气。哦。囡仔吼，元气好是够读册。吼，啊，当大人也是元气好，伊大了壮哉。哦。吼，啊，即个迄个。拼事业的时候，啉了的时候，精神好的时候，拼事业绝对拼赢人。哦、年纪有爱时，咱的走路吼、哦、啊，要行过有精神，较袂跋倒。先啉一下地鸡精吼，爱、哦、走路真顺时吼，拢、哦、袂去跋倒着。哇，所以讲吼，咱这地鸡精对咱的精气神真正好诶。尤其迄个当啊手术了的吼，要顾身体，迄算上好诶啦吼。咱雅春的地鸡精的特色到底伫对？是，咱的地鸡精，咱用150天的即个迄个鸡卵来做，传统上鸡面的大部分拢用30天、90天的鸡啊，大无够在的即个鸡啊来做一个地鸡精，要它还好。佮、哦、而且，咱地鸡精咱是绝对规只鸡落去滴，因为咱要为头补甲脚啊，规只鸡落去家滴，鸡腿绝对无走去。哦。传统上有人甲鸡腿摕去做。尤其最基，安尼滴出来滴鸡精，买它好纯呐。哦，所以讲咱也是规只的哦，而且是绝对安全的哦，绝对大个仔仔仔的哦。有生产履历的鸡啊，才是健康安全的。而且阮这哦，人讲有量才有福，阮的量绝对比外口的量较济，咱来比较看下咧。好、哦，来，现直接现比哦，恁看者吼、哦，这外口一般的滴鸡精，吼、哦。一般外口的滴鸡精差不多都50cc 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阮的滴鸡精，吼、哦，来看者哈。哦，拢结冻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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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规只鸡的地鸡精吼。那么鸡腿绝对是伫内底吼，安尼才有纯呐、啊、吼。过、哦、来，咱的地鸡精哦，所有的油吼、哦、绝对去掉，伊绝对是零胆固醇的。哦，安尼造成的，安尼咱的里面是绝袂对咱身体有负担。咱这都头都几 CC 嘞？我你讲吼，鸡精也差不多50cc 啦，咱是66啦，66cc 就对啦。哦，甲你讲啊。哦，真正是传统的地鸡精，是咱咧制作，咱咧制作的时候，一定是鸡啊洗清洗了，爱用冷风甲吹好干，哦，啊咧咧蒸制的时候，这一定爱密封，无任何的蒸汽通好入味。迄外口我啉起来吼，唔是伤咸、伤油、伤粗，咱这吼纯纯纯，真正赞的。啊，到底今麦一包是要卖偌济？来，咱的地鸡精吼，今仔日吼一包是220。咱买一盒内底10包，2000二唔免，咱2000块就好。哦，一克啊2000块。是。啊，咱若观众朋友你要送礼，我要甲你买2克啊，啊，你要算偌济？是，咱2克的时候应该是4000四，咱今仔优惠哦，听这观众朋友吼，咱用3960就好。而且，吼、哦，后面呢，你甲我倒推广，业客店甲我倒推广，所以今仔甲这个优惠，吼、哦，含了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咱阁加送一盒10包。哦哦，我送10包，安尼3克啊，6600，才算3960块尔。所以观众朋友，紧手落肚，0800-763-888，0800-763-888，绝对让恁身体过了勇健健，让恁安尼勇健健，吼、哦。所以买卖人赶紧来哦，雅春的地鸡精真正赞嘞。Bongo Bongo!
亲爱的观众朋友吼，又到到咱的客店兄吼，要教咱唱歌这单元啦。啊，今日要教咱这条歌叫《这是赖山兄》。嘿，这当然是我迄个第二第一唱片啦吼。这嘛，阮老师过来唱吼。是啊，迄个啊都当地家教歌的时阵，像伊这条歌就是，譬如讲吼，要录音一前啊一个月，好啊，譬如讲，伊就甲我教你十外工。来，我就家己练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条歌吼，诶，迄个技巧啦，吼啊，咱台语讲都开口啦，开口、哦、啊，就技巧吼特别多啦，特别多啦，啊，音色吼、哦，音色的外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啊，爱小我激声者，激一束啦，啊，激伤者就未嘛未自然，吼、哦、啊，技巧。哦，啊个音色，哦，啊，我即马就要甲大家吼，啊，这个啊分析，哦，啊，这个、说明啊咧。这是一青春的来山的兄哥，吼、哦！你看，阮就是一，吼、哦！这爱练呢，阮就是一青春的啊！就是安尼，哦，才有咱台语歌这个感情开口，开口啦！啊，来山的兄哥，吼、哦！这音色吼、哦，都要小激声，激较油较少年的哈、哦。来山的兄哥，啊，怎么要激声？哦，恁是讲啊，恁哦，怎么恁听我讲讲啊是要哪激？吼、哦，这激声就是讲哦，敢那你去叫人叫一个什么人，
声音有较大声、较细声、较粗声、较幼声，其实是安尼尔，其实是安尼尔，啊习惯就伊就变安尼。哦，啊你哦，哦林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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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安尼安尼，无安声无较幼。哦，来山的遐个意思是安尼，来啦，来开口啦。嘿，哈、哦啊，就是讲讲着哦，都要开口。阮就是一起嗯村的哦，安尼哦，帮助感情，哦，帮助感情，啊，讲吼过去，吼、哦、过去人吼，啊，即阮老师去教厉害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哦，即较少，全世界吼，吼、哦哦哦、去唱歌安尼较少，啊，你啊，即较下咱哦，较下咱哦。啊，咱台语歌啦，哦，是是是哦，较有即、這个一破较适合安尼，啊，另外。都都安尼唱，来山的野哥，是白沙钓出门，准备要去巡山。吼、哦，巡山人只声嘛都爱吼，啊小急声较幼声，但是吼都爱安尼较细内声，吼、哦、较细内声。哦，准备未去一啊，准备未去巡山。哦，较西来声的啦。来开要到。哎，西来声，西来声都哦，可能查甫较袂样啦。哈、哦，啊个啊，查甫有诶嘛，对太太加减是一马西来声，迄就是西来声。太太，太太，先生回来了，太太。就是这样。啊，只啊，你别咋着出门，这句因为爱唱乌高，低音部。哪哪里的都是大米哦，第一七八十就出门，啊嘛小准音一个，哦啊是吼啊小准音一个抖音一个，吼啊抖音一个，啊这抖音我都讲吼，你刚有人敲电话来问抖音，嘿，那抖音，这吼抖音就是讲啊有诶吼，拢唔知啊讲啊就像我即嘛啊七八出门。七八十就出门，七八十就出门。伊讲啊，我较潮就是安尼啊，咩啦抖音？啊，当然你唔知呀。啊，你我都讲诶，讲什么拢是由他他甲心想。哦啊，啊哦，啊，你也比如安尼，敢若像海燕安尼，啊，你也错啦，嘿，就安尼，七八十就出门，好，安尼就对，准备未去巡山，好，安尼，哦，哎，就抖音出来，好啊，啊，即马来，你开口都侪，逐句拢有开口，逐句，吼，哦，正手举低头。倒酒三分鸡，嘿，安尼就是，行路轻松有元气，行到我的田园边，田园边，佮带一撮鼻音，啊，佮带一撮，感觉安尼顿一下安尼，吼，啊听，啊人讲台北都听，啊人讲台北都是。恭敬真乖机好趁钱呢小顿一下小停一下但是袂使哎，你就小看吼，啊嘴吼，啊嘴，
半开半合安尼啊，但是爱吼，迄个嘴吼，爱用力伫内底，吼啊，啊声才会集中出来，啊，音色，哦啊，你啊比如讲，啊听我唱，吼啊，哎呀阮就是青春的来山的野哥，七八早就出门，准备要去巡田园。举手举在头，好手三分地，行路轻松有元气，行到我的田园边。台北都市风景真怪奇，好趁钱呢。就是一青春的来山的野哥，坐一台铁牛车，准备要去游都市。脚是青草鞋，后脚脚底走泥，摇来摇去真有势，跋山过岭又过溪，若去到台北。我要买东西，倒转去呢。就是青春的来山的野哥，第一次到台北，实在有影好佚佗。无论新东园、二山东门园，人山人海满满是，大家都是笑眯眯。感觉爽快，无想倒转去，倒转去呢。这泡是帝王普洱茶，啊，真正好啉有开口。宝岛光叶黑田真用心伫咧推荐，鼓励大家即摆啉普洱茶。对身体确实足好诶，尤其是伊极力伫咧推荐诶，即泡帝王普洱茶。为虾米帝王？因为是乔木，伊是老丛诶，是石茶、春啊茶，2500公尺以上诶，即个悬山，莫怪啉起遮尔好啉。尤其是即泡，即泡会当泡咧15泡至20泡。一般如果若是咱诶高山茶，咱诶即个啊青茶，绝对无可能。会当讲二十泡啉起来，也阁有开口，无可能。干那帝王普洱茶，这普洱茶真正好啉，歹啉嘛有差啦。你像这块金台叶的，这2017年的也无到三年，这一块要10000块，伊绝对无比咱较好分啦，无啦。哦，啊，你看这贵。最主要伊毋是乔木的，这乔木老丛真重要。这帝王普洱茶。朋友啉到绝对讲，哇，这一定贵三三的啦！咱伫咧推动几斤，这半斤2500块，要那一斤呢？你甲算起来都要5000块。啊，咱特别犹太朋友3000块尔定。迄平平普洱茶，你甲想存一块金台叶的，这2017的，哦，这嘛真有牌子啊！但是这块都要甲10000块，迄真正比咱较歹啉啦，因为伊毋是乔木的。不是老丛的，
所以讲就是茶在咧食。咱一罐犹太朋友也3000块，佮另外为着要朋友啊，会当证明讲好啉，咱特别送予你气泡，叫你气泡看卖，你泡了那好啉，而且确实会当泡咧15泡以上，那呢你才佮留起来。啊，如果你是泡了，你啉了无满意，咱原金退予你，而且佮送予朋友。一支这冲泡器，哇！这泡普洱茶真正真好用，安尼3000块。今日要甲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因即马一边买两斤的人真多哦，一斤3000块，那两斤都要6000块。咱特别犹太朋友5000块，两斤5000块，互你过年要来送礼，哇！足大方的啦，足大方，足高尚的。两斤犹太5000块，有看到的朋友赶紧打电话0800763888，0800763888，谢谢。宝岛万宝。好，真正这个开口哦，那普通人我看不懂，你。尤其吼，阮大安尼用心计较，啊，找遮侪专家去到云南省呢，安尼呢，啉100几斤的吉普尼亚茶呢，一工厂啦，一工厂安尼一泡一泡去啉嘛，啊，找到这帝王上盖赞的安尼吼，要来报答咱遮的歌迷呢。哦，这啉嘞对身体好，啊，即马送礼也好，家己啉嘛好，哎呦，有够赞嘞！即马送礼拢送这，真正吼，啊，像啊，都咱吼，咱外面来讲这吼，啊，这5000块价值，啊，卖3000尔，其实讲实在，这也过唔那价值5000，这是要少有10000，10000起滴啦。真正你若买去的吼，买去的人，你若人对内行的，诶，这个吼，普洱茶内行诶，你甲问讲，哎、欸，你请伊啉者，你讲阿舅问诶，吼、哦，这啊一斤安尼，外口卖着偌济？伊绝对是甲伊讲，啊，这只有10000块啦，真正诶代志，真正诶代志。啊，所以是安怎讲，啊，10万块，啊，咱3000尔，就是我安尼吼，真正啊，带5、6个去分男性安尼吼，好安尼直直敬内行诶。经只要我著经上赞的出来，當然啊上赞就是这个价钱，就是这个比例啊，安尼意思啦。啊，当然饮茶拢介好，啊有人吼啊饮一寡青茶，饮习惯了，有啊有讲会做啦，困袂去啦，啊咱这拢袂，啊袂解胃，啊袂解你困眠，啊个吼通透好。对对对。迄人若加饮寡茶水吼，茶。较袂有一个阿里阿杂的啦，吼、哦，有诶无诶啦，吼、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啊，着身体用个健康放了个大腹，个好困，对身体赞啦，你看饮五六年啊，对啊，伊有诶人吼、哦，你讲要叫饮茶。啊，是啉咖啡，讲阿妈，阿妈我未困呢，我啊啉茶，阿妈我未困呢，啊就讲啊，我拢唔爱啉茶，无唔对，啊这吼唔爱啉，当然是啊是卖啉啦，但是我吼直直强调，直直建议讲吼，那亲像这个啉茶，吼事实讲啊，全世界的茶种遐尼啊济，这普洱茶吼，经过足济大学，哦足济医生博士，吼。拢哦发表这普洱茶对咱身体的好处，真正赞哦！干那这干、個、这個普洱茶吼、哦，有敢写这个都对身体好处哇！什么茶唔敢安尼写啦？什么茶咯唔敢无安尼写啦？对对对对。哦，而且哦，你啊手机啊拍开哦，你看就是知影。啊，新年要到啊吼、哦！啊，客厅遐甲后面拢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咱即阵来欣赏吼，方水红的这首歌曲叫《望你再回头》哦。赶快了，这个时间感受看报道漫步哇，后面呢、哦、啊，阮客厅遐祝大家平安顺遂，大赚钱，新年快乐哦！再见。
的心煞袂当行到老，心爱，我犹原伫个等候，等待你的爱，为我再回头。窗外风雨落绵绵，心肝碎。伤心哭无天，为你想着心肝拢是苦，真爱看无甜。爱你的心等你回头将阮来看。